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的？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昨天晚上我确实是喝醉了，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醉呢，我脑子越清楚，所以我记下了昨天你跟我说的话。我刚才出去打电话，你没有问子夜你想知道的事儿吗？没有。你那么想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问呢？你知道其实我对你去了哪儿，到底做了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只是比较担心你。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啊，你昨晚到底去干了什么事情，去了哪儿，而且你们俩是否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是不是被公司的同事有看到。我想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江总的心眼到底有多大，如果被他发现了该怎么办。白天在公司有一个男朋友，晚上还有一个男朋友，到时候这事对你来讲真的不好。我会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还有我觉得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对我非常的不尊重。哎，你千万不用生气啊，我只是对你关心。我总觉得你没有想清楚，我当初为什么要同意跟你假扮情侣。那对，确实有我想帮你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我是想继续研发我的项目，我想多赚点钱，想要给我们家金刚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但是如果昨天晚上但凡有人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发生了什么过分的举动，拍下来照片跟江总说了，我怎么办？啊，可能是你跟江总的私交，你们的私交的关系，他可能会放你一马。但是我呢，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替罪羊，事业全毁，还谈什么未来啊。停车。这怎么了啊？停车。我不想跟一个不懂我、不信任我的人多说半句话。为了不影响你伟大的前程和你的工作，为了不影响你养儿子的大事，咱俩的协议到此为止。哎，我这边和 Tessa 的接触也很顺利，多亏了你之前的联络，你的老主席 Tanya 啊还让我向你问好，帮我也跟他带好，代我谢谢他。工作的事情已经说完了，现在是朋友间的聊天。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你和佟总工没事吧？啊，他那儿之间呢，有摩擦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一切还好，放心。他呢？Lisa，你很聪明，这个词儿倒是一语双关的，既是工作伙伴，又是伴侣。不过你这个样子，其实我一点不意外。他的毛病，我很清楚；他的优点，我也很清楚。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人才可不等于是最佳的伴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江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找徐总汇报一下工作啊。哎，不打扰你们吧？没有没有啊，刚聊完工作。昨天晚上我跟多多还在聊您，也不知道您在新加坡的会议还顺不顺利啊。都很好啊，不必挂念。你的项目进展如何了？一切顺利，等会回来看结果吧。行，那回见了啊，挂了挂了。好嘞，再见啊，来。我觉得你应该收回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在公司你还是需要我的，比如刚刚。怎么，你还粘上我？我不要面子啊，你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想分开就分开，别人怎么想我呀？你可能对于我童宇的爱情观不太了解，我只要认定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不会那么轻易分开的，咱不抛出眼
都包括在内。你跟他们说是我提的呗，再说了，我又不是你的菜。我跟公司的人说是你提的，人家问我为什么，我怎么说呀？我总不能跟人家说因为你昨天晚上出去跟另外一个男人约会劈腿了吧，这人家怎么说你呢？见异思迁，薄情寡义，绿茶，我可不忍心。这你的意思，咱俩分不开了？我总是觉得咱俩这场戏啊还没演完，只要你我能坦诚相待，继续遵守之前的原则，咱俩还是挺和谐的。你的菜来了，好好聊吧。麻烦把门给我带上。这醋味，我很坦诚啊，我不需要任何的隐私啊，啊。喂，白医生，哦，我在干嘛呀？我在公司呢。周五下午五点。等我一下啊。哎，你说。人的感情会不停地向前行走，有时候因为误会就会出现岔口，这时候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逼迫着我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似乎都不会回头。但感情却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让我们心神不宁，于是我们走着走着总会想起，总会回头，相遇在下一个路口。你这早上怎么又没过来找我呀？不好意思啊，佟导，我不想按照你的剧本来。我就是为了咱们两个好，你说等一下到了公司，咱们同事看到了，就你我这样。你懂啊？不懂。你跟我教你。Tino 机器人采用新型 HW7 纳米芯片后的第一次模拟数据实验，投入数量40。哇，宕机率不到5%。载体温度、耗电量图，一切正常。老大，问题都解决了。继续收集，准备第二次测试。这个芯片简直就是为 Tino 专门设计的。你太神了，老大。这不是我神啊，是咱们国产的芯片神。别乐了，实验的基数太单薄了，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准备第二次测试。数量100。
醋啊？麻烦你让一让，不要打扰我自在的周末。哎，周五下午五点不是约会的时间，是杰青刚放学的时间。白医生他是约我的，但是我没有去啊。你光记着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忘了一点重要的事情？是不是答应我，还有你，还有金刚，咱们三个一起去游乐场？去段阿姨，这周末能带我一起去玩吗？我保证不淘气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时间来不及了，你怎么还在这儿？赶快走啊！走。东西拿着呀。不要了。给金刚啊，走。多阿姨。来。哟，宝宝。这怎么着？就喜欢美女啊？啊？你爸在这儿等你，你不打个招呼？是多阿姨，我好想你啊。我刚才怕你中间忘记来接我呢。阿姨答应的，怎么会忘呢？你怎么还撒谎？哦，爸爸，怎么了？金刚好。哇，金刚，这就是你的妈妈吗？好漂亮啊！谢谢啊，小朋友。我们要上游乐场了，拜拜，金刚。拜拜。走吧。对了，我没跟你说呢 ，HW 今天营业的非常顺利，谢谢你啊。要谢就谢你自己，还有你那八大金刚，只有你们才能做成 Tino， 我嘛只是举手之劳。你得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国王兄，其实他也挺懂我的。你们俩什么时候？这男人的事你就不懂了吧？一个人不能玩哦，你的监护人呢？哎，怎么了？啊？爸爸。啊？那能不让一个小孩去玩？这爸爸也玩不了啊。这样。你问问许多阿姨能不能陪你坐，好吧？来吧，可以坐吗？那好吧，去吧，走了。我就在下边等你们啊。好嘞。开心了啊！开心，因为是阿姨来陪我，我就很开心。不是，那怎么着？爸爸陪你，你不开心啊？那做个女孩子中什么这么娇气？这个是你告诉我的。臭小子。爸爸，是的，阿姨，你们会结婚吗？什么？你们会结婚吗？不是你个臭小子，瞎说什么呢？因为许多阿姨都称我妈妈。金刚，你就把许多阿姨当成妈妈就好了，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好吗？可是大人不是只有结了婚才可以在一起吗？啊。我看你这个脑子今天玩了一天，是不是怎么稀里糊涂乱说什么呢？啊，走，爸爸带你回家了。我还玩呢。明天再玩啊。
爸爸孩子了，爸爸聊了，爸爸喜欢你大爷了。等我一下，爸爸，石大爷，您看我们的椅子。妈，来追我呀！带你去恐龙馆玩好不好？啊？今儿辛苦了。不辛苦，很开心的一天。姐，你今天这么开心，能不能告诉我呀？你跟陈子怡去干嘛了？你可真会挑时候啊。好吧，我告诉你，那天子怡家里面人得肺炎了，她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帮他。恭喜你。那你说咱们俩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就过去了吧？怎么过去了？首先第一点，你必须赖过来。你必须要解除那天你跟我说的加班男女朋友的事情。好，我答应你，我可以跟你解除，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合作必须要做到信任，而且不管有任何的事情，不能有任何的隐瞒，必须要真诚的对待彼此。我答应你，但是你遇到什么事情要跟我讲真话。好，我答应你。你是金刚吗？我是金刚他爸。那只手。三。哎，等一下，盖章之前我还有一个要求。就你最近这一些的表现，你必须要给我写一封道歉信，500字以上，不能有重复的字。不是，那谁悠着啊？从小学以后就从来没写过什么检讨书和道歉信。我答应你。你有没有想过，金刚他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知道，他的内心特别渴望。可是他现在还小，长大了以后，他就都明白了。可你是个大人，你不是个孩子。你知道，一个人的童年，对于他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将来，你可能想清楚了，你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可那个时候，金刚他已经长大。再也没有童年了。你是他的父亲，你应该为他负责任。就相当于曾经你跟我讲过，你说北极熊和企鹅为什么不能够同时在一起，为什么老是遇不到。我查到了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了，原先北极熊和企鹅他们非常和谐的生活在北极，但是通过人类的捕杀，企鹅灭绝了，但北极熊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他活了下来。是我理解能力不行，还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没听懂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爸爸。宝贝，醒了，那爸爸带你回家。好，走吧。爸。
许多阿姨帮拿气球啊。嗯。还有小水壶。好。哎呀，我们的小气球。小气球。宝宝等你回家了。他们俩的背影如此的温暖。在某个过去，我也曾经有这样温暖的瞬间。我想回到过去，再走一段那永远无法重现却永远无法忘记的童年。他走出门外，他似乎离开，但请你不要锁住那道门，因为当你不经意的时候再度打开门时，有一天你却会发现那人还在门外。郭老师帮个忙，请立刻发送给我关于《射雕英雄传》中评论英雄主义的一些相关资料，可以吗？请帮助帮助刻苦学习的孩子吧。大虾入郭境，一招之错，尚坦荡承担。郭冲啊，郭冲，你不过一介无名书生。既有错在先，为何不敢坦然面对？是女生宿舍，老师，请问你找谁啊？啊，我找我的一个学生。有事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少在这儿晃悠啊，不合适。不好意思啊。哎，郭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哦，我想找一下艾米。哦，老师啊，嗯，我上去也不太方便，如果你能上去的话，帮把他叫下来吧。艾米今天早上跟我见过面了，他说他要退组。为什么退组啊？因为他。郭老师，抱歉，临近毕业，我就业压力很大，得忙着实习，所以退出小组了。祝您取得好成绩。他刚才发微信跟我说了。其实郭老师你也别多想，这个是艾米很早之前就做出的决定。如果实在要说，那肯定是我影响了你们。真的非常抱歉啊。啊，没事，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经过那天之后呢，我又再次细心地研读了《射雕英雄传》，这是我的读后笔记，请过目。说说吧，《史记游侠列传》中关于郭靖是怎么讲的？《游侠列传》？你没让我看这个呀？啊，这个，嗨，知道知道知道，你这一问把我问懵了。那你说说吧。啊，嗯，说说。这个《史记·游侠列传》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人要言必行，行必果。那君子大侠就是有责任有担当，对不对？对。继续说。
还说呀？这个有责任有担当嘛，我李杰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哎呀，倩，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但是我知错就改，我知道反省啊。那即便是君子大侠，他也会犯错误的，只要知错就改，那还是个好大侠嘛，对不对？这份作业你找郭崇帮你找资料拼接的吧？还是被你看出来了。也不是，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是这样。好，其实刚才说的挺好的，你打算怎么做？啊，这我真的认真想过了，这个我不管你什么样，我都能接受。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喜欢你的身体，对不对？我小声点。啊，我认真的思考过，我李杰森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就是想跟你成为一家人。从今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来管，我要让你知道，我李杰森是一个能依靠、能信赖的好男人。我要你的钱干嘛呀？我才不要呢。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人书里都写了，黄蓉就是管钱。不过你这个低欲望族也可以好好管管。哟，挺了解我呀、啊，还低欲望族、哎。是啊，你每个月月光吃饱了喝足了玩好了，你就天天开心的，没有理想，没有目标，得过且过，不是你吗？哎呀，那以前不是一个人吗？那现在可不一样了。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但是我可以帮你管理你的钱包，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感的男人。从这个月开始，把你的收入和开销都写成一个账本，然后把剩下的钱放在一个新的账户里面，再用这个新的账户去买一些理财产品，一点一滴积少成多，你能做到吗？能 ，so easy。easy， 当然了。那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原谅我了？你给我严肃点啊，大侠可没这么嬉皮笑脸。言之有理啊。进食，来吃这个。不知不觉，飘飘，我们已经聊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有什么收获吗？你的话帮了我很多，让我心情没那么压抑了。而且我也开始习惯了没有太太在身边的生活。但可能人就是不能闲。一闲下来，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和他结了婚以后，他总是不在家。照理说，比起别人来，我看起来还是自由的。但有时候，这种自由，却甚至比束缚更可怕。人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束缚。别那么悲观，生活的路上总是充满坎坷，有时候就需要放松自己，去加把油。然后继续上路，继续前行，放松点心态，你可以的。和你聊天，真的犹如微风拂面，沐浴阳光，好舒服，就像回到大学时光。谢谢你，有机会真想和你见面。兄弟们，我想学校了，今晚重走青春路，回学校踢球，意下如何？哎，这运动一下，感觉这骨头都松了。哎呦，我没觉得呀。哎，我跟你们说啊，自从我跟倩倩在一起以后，我觉得我每天精力充沛。哎呦，你这整个就是上火憋的。你不憋。踢一会儿球就软成这样，还要我帮你按摩？你可瞎说！哎，头，你说句心里话啊，我今天是不是在这场上表现最好的啊？我觉得我儿子发挥的最好，对不对？今天垫了几个球啊？六个。哇，未来的小足球星是不是？嗯。能不能都静静点啊？哎，群里啊。咋了？零四届音乐社和舞蹈社联合同学聚会，明天晚上八点。约会？
我想吃。这地儿你去不了。我去，两个社联合呢，人多热闹呗。不是，等会儿，这舞蹈社，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小白哥在舞蹈社吧？哎，多少年没见了。有点兴趣啊！啊，你还惦记人家？那个，我不去了。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研发会，咱们去了肯定少不了喝酒，喝多了耽误事儿了。哎呦，还真是！那我也不去了吧。我这学校历史知识竞赛呢，这关于我职称问题呢。啊，那我也不去了。现在是我的关键时刻，万一倩倩知道了，又得不高兴。三位大哥，你稍等片刻，行不行？工作、职称、女朋友，怎么着？生活里面就这些了是吗？我希望你们可以看看我，好不好？所有的业绩利润下滑10%，我说什么了？我老婆天天不在家，我哭了吗？我每次出门都跟她三番五次跟她请假，我怂了吗？这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哪有一帆风顺呢？肯定是坎坎坷坷了。遇到坎坷怎么办？就这么静静待着？肯定是先放松一下啦。这个聚会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就是加油站，必须加满燃油，冲向远方。哎，金刚，你说我说对吗？哎呦，这一套套的也不知道你从哪儿学的，但听着吧还有点意思啊。甭管从哪儿学的啊，听起来倒是句句在理。哎呀，必须的嘛，你想想，读书社、舞蹈社能让他们看笑吗？肯定不能啊。退一万步讲，在学校里面，我们是足球队的四大天王啊！哦，能变成三驾马车啊？那太丢人了吧，这也不止丢人，人多棒啊！多好！去，都去，都去！老婆啊，就对了。各位各位，冷静冷静啊！我的2点钟方向。哇塞，这师妹可以呀！相思郎啊。
喝口水。我看着你感觉很累。不累。你看金哥，这小燕一晃都七岁了，长这么大了，现在可懂事了。是啊，一转眼七年了。孩子，你考虑过以后吗？以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我就这么看着金刚长大，到十七岁，再到二十七岁。金刚是一天一天健康成长，可是孩子，你呢？我们希望你过得比现在更好。我现在很好，放心吧。咱们出去吧。明天周一，别忘了我的作业。哎呦！陶潜心。今天是毕业十二周年的聚会，同学聚会对于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人来说，就是格外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追忆年华的欢乐场，还是先生们返老还童的时光机。大家都变了。不担心，女人怎么了？聚会当然有女人了，当年的女人，当年的情人，那可能是一段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感。嗯，回忆一下，要好好的想一想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去，不会是他吧？